主料鸡翅18个，辅料奥尔良烤肉料50克，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鸡翅洗净控水，正反面切两刀，烤肉料加水调匀，加入鸡翅腌制，铺满一个烤盘了，烤箱预热200度35分钟。烤过程中翻面刷一层之前的烤肉腌料，也可以加点蜂蜜出炉开吃。烹饪技巧，烤箱各家的温度可能略有差异，具体时间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调节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